我说我是国家代表队，可以吗？小姐，国家代表队有你那么丢脸的国家代表队吗？谁丢脸？是你们自己丢脸了，你们创大个熊丢脸了，你知不？南宁你创赛呀，你嘛是温州生的。跨在那椅子上面，女性哈，她跨在椅子上背上面，她不坐好。历史都没有读，在读什么东西？我叫你警务署的署长来啊！演戏三分就好了。你要出风头也不是这样出风头好不好？你长这样演戏。谁在出风头？你下来好不好？我练身份证照给你听。奇怪。谁在出风头？